一身轻松休闲装扮，结束短暂的返乡恳亲之旅，马不停蹄准备飞回泰国。他是许淑香，十多年前与泰国华侨的先生相识相恋，婚后夫唱妇随，两人定居泰国，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OK， 从那边来，就是我那个可以白讲呢。在先生的支持与鼓励下，许淑香在事业上更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经营超过十多年的珠宝生意，在泰国及欧美国家更是小有名气。然而，看似一帆风顺的生活，却在先生罹患鼻咽癌后，许淑香失去了生命中的依靠。沉重的打击令她找不到生命的出口。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来宾哦，他其实在泰国从事珠宝生意已经三十几年的时间。在商场上，她是一个呼风唤雨的事业女强人，但即使如此，生命当中还是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操之在即。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她的生命故事。欢迎许淑香，苏森姐，你好。你好。哇，特别从泰国来到台湾。对。但其实你是非常道地的台湾人，出生在屏东东港。对。但怎么就移民？等于移民到泰国，因为你在那边已经生活差不多快四十年的时间了嘛。对。嗯，我嫁给我的同学，我们是大学。认识的同学，他是泰国华侨，所以我毕业三年后我就要再嫁到泰国去了。哇，当时跟爸妈说要嫁到泰国，爸妈舍不得吧？很舍不得，我妈妈是每天哭，每天哭，对，说你要考虑一下，你要考虑，因为那时候泰国还很落后，所以我妈说到那边去可以吗？就觉得说好像嫁到一个蛮荒，就是很落伍的地方，对，都蛮担心的啦。对啊，而且这一嫁过去哦，要见上一面都不容易。对，那个时候，甚至连讲电话那时候都不是很容易。对，那时候都不方便，不方便。所以你那时候怎么有这么毅然决然的心，就觉得说啊，要远离家乡，嫁到这么远地方去？我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人，而且交往，这从大学大一就跟他交往，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就是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以嫁到那么远，有他在我不怕，有他在你就不怕。对，哇，不过嫁到那边去，有夫家的背景，其实也算是蛮有来头，你等于算是嫁到豪门了嘛，对不对？也不一定说是豪门，不过是家境不错。嗯，所以夫家在泰国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因为我公公他在那个就是说华侨社会里面也蛮有地位的，是，那他们就是说都是一直都是商做商做建筑，一嫁过去算习惯那边的生活吗？不习惯，到那边一句泰国话都不会讲，还好他们家人都会讲英文，所以我去的时候就。在家庭里面是没什么大问题，不过你一去那边，其实不光是就嫁到别人家了，你还是有工作。对，因为我到那边，第一，因为我泰文还都不会讲，没有办法帮我先生他的生意嘛，所以我就想说，那不然我就是到那边的华文报纸，就是《世界日报》。我就去，就是说去报名，当记者。是是是，他是用中文，然后英文嘛，我这样子我还可以做，所以就到那边去当记者。不过你原来在台湾那时候大学念的是气管嘛，对不对？我念气管，对，东吴气管。那去做记者，不是本科系，做台湾会辛苦，然后又是在外地。对，对，那因为只是因为说我会英文，会中文。看外电，然后把它翻成中文，这样从英文翻成中文。不过我知道我在报社这个生活作息是还蛮辛苦的，对，很辛苦，基本上日夜颠倒嘛。对对对对，我们是六点钟上班，下午六点到凌晨的两点下班。对呀，对。那你这样子一般家庭的生活作息能够安排得上吗？还好，因为那时候我孩子都是有保姆带，是，所以我。原则上这一块是我不用担心。对。那也因为先生认为说我在那边好像没有事情做，觉得蛮可怜的，所以他答应我说晚上去上班。要有个生活的重心。对。可是公婆会不会反对啊？就觉得说哇，这媳妇每天在外面工作，三更半夜才回来。不会，因为我公公他很喜欢中文，所以他认为我他每天早上看。
看我的文章在那个《世界日报》看出来，他还觉得很引以为傲，因为上面还会有你的名字，对不对？对对对，说我们是翻译，翻译的人是谁这样子，所以我公公他也蛮赞同的，对。而且虽然你上班时间哦，你说半夜两三点才下班，对不对？可是你早上还是蛮早起的，而且花蛮多时间陪着公公的。对，因为我早上大概就是因为我公公到我们公司来上班，大概是差不多早上九点嘛，所以我就早上就原则上我都会早一点起床，然后就说陪他，因为他会写诗。我公公很会写诗，所以我就陪在他旁边，他就会说，哎，我这个字对不对？我这样写好不好？他先给我看，关系上其实是很好，非常好，对，非常好。那你那时候也很喜欢自己的记者工作？对，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很有挑战性。那为什么这么喜欢自己记者工作，后来又会转行呢？因为那时候我大概在那边做了差不多八年。那做八年刚好那第八年的时候我身体不好，可能是因为晚上上班的关系，夜颠倒，对，然后就是说就身体就不好，就生病了大概一年，所以我就停了一年在家里养病。就后来这个就是一个机会，就美国的那个很大的那个珠宝公司，他要在泰国找代理。对，那就因为他那个负责人的姐姐是我的同事，在《世界日报》的同事，然后他就介绍说啊，这个女孩子她很爱漂亮，所以她应该对珠宝可以训练。其实那时候我对珠宝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原来是只是帮她当代理，在泰国采购，就她需要什么样的珠宝，我帮她采购。对，那我是从今后赚取一个 commission 这样子而已。可是珠宝感觉起来这个利润是还不错哦。对，因为我说看到他这个，这个利润蛮高的，那我只是赚几%的那个 commission， 我就是因为我自己要，我也可以设计，那我为什么要只是这样子帮他买这样子而已？因为我可以设计，我想我资金我应该没问题，所以我就开始在想说，是不是我自己做会比较好？所以就开始有创业的这个念头就出现了。对，我就开始想说，我自己做一个厂，然后我就是慢慢的，因为我想我的 buyer 有了，因为他就是我的客户了嘛。我 buyer 我不怕了，我就是我把它 set up 一个工厂出来的话，那我就这个生意就可以做。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你的 buyer 还是国际型的，还是美国的市场嘛，它是美国五大珠宝商之一。哇。不过说到创业这个过程哦，先生有帮忙你吗？有啊，因为我跟美国生意是讲英文，这个没问题。是，但是我跟泰国这边的那一些厂商啊，还有那些配合的那个师傅啦、工人啊，他们都是泰国人，所以有时候我先生也要就帮我刚开始啊帮我沟通一下，然后资金方面我先生他也会 support 我。那这创业之后要经营一个公司一个工厂不是这么容易。对，我生意上有没有碰过一些比较挫折的事情？有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做工厂，因为毕竟还是不懂工厂的那一些程序什么，也是有被人家骗啊，被人要跟我配合啦，但其实从里面做一些手脚啊，因为他是我一手栽培出来的，就是说我一手训练他怎么样去做账，怎么样去，就是说可能就是算我全部的进出账，采购都是由他来负责，那我是非常相信他，因为我们的原物料就是等于说是现金，你偷了银偷了金，你出去马上就可以转变成现金，所以他就有从前偷了一些，就是说自己拿一些在身边这样子，然后出去又变卖或怎么样，很多，然后就说做一些假的账。那后来是怎么发现的？那后来因为有一天晚上我加班，我平常我的工作态度是，只要我员工加班，我一定在那边。刚好那天晚上我没有什么事情做啊，我就在办公室里面啊，说明天要发那些工资，就一大堆账就在我旁边，那我就转了头过去看，我说这个账明天要付的，我就把它拿到我办公桌上，我就来算算看，这样，但完全没有任何怀疑或什么，只是说没有事做，就把它拿来算算，就第一份我一算，不对啊，他那个工资如果说只有20000，可是他请款单上面是24000或26000这样啊，就是举一个例子，我觉得不对，我就要我算了三次，我觉得这金额都不对。后来我就心里就想到说可能会有问题的，就我全部大概100多份，我全部都每一份都
都亲自算过，就发现每一份他都加了钱，每一份他都加了钱，对。哇，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心情也很痛。对，那整个晚上是睡不着觉。当我发现的时候，我整个晚上是睡不着觉。对，会不会对于你来说，从此就会觉得说信任人这件事情你就会有一点保留了？对，从那时候开始，我坦白讲，我是说对公司里面，对公司里面就他们要请款什么，我都会比较小心一点。我看到你这一路走来虽然说从台湾嫁到泰国家里也很担心，觉得嫁这么远，又会觉得说泰国好像那时候生活条件没有台湾好，可是一路走来还算人生胜利组，也很幸福，老公也很照顾。对对对对，其实我在我夫家是都很好，然后生意也做得很好，生意也做得还不错，对，物质条件什么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错。可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却开始发现说先生的身体出了状况。对，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突然间就跟我讲说苏神，我眼睛怎么看电视模糊啊，看电视模糊，然后最近又经常耳朵会听不到，不是耳鸣，就是说听不到，完全听不到，对，就好像就是听不到声音这样。哇，对，已经因为他身体好，所以他的症都看不出来，对，是啊，检验报告出来已经是鼻咽癌第三期了，对，所以当下你们也晴天霹雳，当下真的是晴天霹雳，就觉得怎么可能这种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且我先生他身体那么好，对对对，那就立刻开始治疗。对，我们那时候就马上就到香港，还特别到香港治疗。对，我们在香港医的，在香港就找那个何教授，因为他那时候他最有名，他可能是全世界鼻咽癌权威。就医鼻咽癌权威，就你们还去研究了一下，对，到香港去找名医治疗。对，我们到香港去医了，他要三个月三个月就医好了吗？三个月的报告是完全好了，完全好了，对。不过有的时候人如果经历了一场大病之后，还是会对于生命啊，或者说甚至对孩子的安排，会做出一些调整吗？对，他生病那时候，我大儿子是13岁，是，对。然后他从香港医病回来，他就跟我说，因为大病过嘛，所以他就跟我讲说，我们把孩子送到国外去念书。我说，我想说。怎么可能？他才13岁耶。那我说太小。他说，不管怎么样，他将来还他要回来担当，就是说整个家族的，对对，所以还是要把他送过去。所以我们那时候13岁就把大儿子送到英国去念书。跟我讲说其实呢，我们技工老师呢都有去帮他谈判了，但是因为他的罪孽啊太深了啦，救不了他。我当下的心啊，就是觉得说，就一阵很反感。然后我说好，那既然他那么好的人，他居然是一个罪孽很深的人，好，那罪孽很深的话，他把命还了，他用他的最宝贵的命还了，那一切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美丽娜，那个水果来，我要打果汁。每天早晨一杯精力蔬果汁，开始一天的生活，已成为许淑香的习惯。她生病8年，就喝了8年，然后后来她走了，我就继续喝到现在。当初为了罹癌的先生不辞辛劳，找遍各种方法，就是希望能有一丝奇迹出现。那我要抄诵佛经啊，或吃素啊，或怎么样，他都是非常花很大精神去做，为了就是让先生能生命延续下去这样子。那我认识的他，他是因为他是工作很忙，然后事业也很繁忙，他是不会为了这种事情去花这个精神去在宗教上啊，去怎么讲，就是去拜拜啊，或者做什么啦，有设佛堂啊，所以我第一次看到说，哎，你们家设佛堂，我非常非常惊讶，她是这么一个时髦的一个女生，对，所以我非常讶异，说哦，她对她先生付出真的是很大，每天早上起来为她准备了她应该要一些的生机饮食嘛，她应该要吃的食物，每一件事情都经过她的手来处理，
我觉得他的这个细心到无怨无悔。尽管他说他那时候先生其实在生病的时候，他其实情绪非常的有，当然生病影响了生理跟心理，非常的暴躁。他说其实他可以理解，他一直想到说，因为你很爱我，我也要很爱你。然而天不从人愿，先生突然骤逝的打击让许淑香失去了生命中的挚爱。难过无助的她独自一人扛起公司的经营和照顾家庭的重担，强忍住内心的思念与痛苦，令身边的朋友倍感心疼。她从来不在我们面前，可能是她觉得说一旦她在朋友面前，她如果是表现得很脆弱的话，他整个就会被击垮，所以他一直一定要坚强下去。然后呢，他有曾经跟我们讲说，他会在厕所里面偷偷的哭，而且是放声大哭。我说哇，那想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难过。这样子，在商场上，如果他不这么强势的话，他是会被别人吃掉的。他要在只要在一出来的时候就是光鲜亮丽。然后要把气势就是要压倒人。他尽管他在外面受了多少的委屈，他说他一定要回到他的房间里面，他才可以，而且他会告诉自己，对着镜子告诉他自己说，我不能哭，我绝对不能哭，我不能倒。因为他知道只有他一个可以撑，只有他，是因为现在唯有他才可以撑起这个家。许淑香的先生发现了鼻咽癌，经过了治疗之后，他们原来以为这个癌症呢就远离他们了，却没想到四年之后癌症就复发。苏婶姐，其实那时候你们听到医生宣判哦，说癌症又复发了，对，当时的心情，当时我就心里就有准备了，当时心里就有准备，对，因为我看了很多很多很多关于医疗方面的书，他说癌症若第一次病医好没有复发，他的那个存活率是很高，但如果说有第二次再复发的话呢，那就不好，这样就是很不好的。对，就很不好。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就觉得说那不对了，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有点害怕。先生的时候你有感受到他情绪上面出现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当他知道自己复发的时候，他其实我先生他是一个很非常坚强的人，他其实在他的想法里面呢，他一直觉得说他不会那么快离开我们，是他一想说他会好啊，这疾病对他来讲不算什么。不过从复发到他离开这段时间大概几年？四年左右。那个四年的日子对你来说其实是很害怕，就他一声咳嗽或者是一个喷嚏我都会很害怕。而且我经常半夜都会去看看他说还有没有在呼吸，就那种日子过得真的很惶恐。而且你好像都没有什么心思在自己身上，也不打扮。对，我那时候真的那四年我几乎是不打扮，就什么就是很，因为真的很忙，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忙，就因为生意上面又要照顾他这样子。那一家人的作息包含饮食上面的照顾都是你自己？对，都是我一个人弄，都是我一个人在帮他打理。所以我那时候就回台湾来，我都不买衣服，不买什么，就带着小麦，一包一包的小麦跟那个木薯芽的那个，对，我都只带那个回去，因为泰国买不到。哦，还特别来台湾买？对，我都来台湾买，然后就一包一包这样啊，快用完了我就飞台湾，然后就带一整箱皮箱这样带回去，然后就早上大概4点半我就起床，然后就割那小麦，一盒一盒这样割，一天割一盒。然后就自己搅，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现在那种果汁机啊，什么慢磨机啊，对，就这样这样搅的，对对对。那我就是早上4点半我就把它洗好，我就它5点钟我就开始搅出来，就一小杯，我就那一小杯就在它醒来空腹的时候就先给它喝。生津饮食其实吃起来味道不是很，要说还我现在还会很 complain 的，还要说他不喝，我说你要命你就要喝，你还陪着他喝吗？我陪着他，我说喝那剩下的，对，就喝剩下那个草还有剩下，我就把它加一点水。那时候我小儿子还跟我在泰国，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喝那个一小杯那个第二次的那个，对。但真的在照顾先生这件事情上是非常尽心尽力的，对。可是先生的病情。
却还是持续的恶化。对，他癌细胞还就是往上面，就是往上面。哦，原来是鼻炎，鼻炎是往下面。对，所以我们那时候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回去复诊，他一个月都复诊两次，是都是往下面查，是没有往上面查。他第二次他复发是癌细胞是往上面，往上面其实比较危险，危险就是就到脑部，对对，嗯，然后他就慢慢的眼睛也变成斗鸡眼。眼睛的视线，因为它压到那个脑神视神经，所以它眼睛也变成斗鸡眼，然后就开始会大量的流鼻血。哦，大量流鼻血。对，大量流鼻血。对。那这种状况下，他的事业他还能够自己处理吗？可以，其实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幸运的癌症病者，因为他还是可以照常这样子上班。因为上班他不用开车，他有司机开车，所以还是这样照顾他的生意。对，就而且他就是因为他不认为他会怎么样，他对自己很有信心，所以他的日常生活还都是一样。可是就你来说，因为你也去查一些文献资料，你知道癌症复发很危险，尤其你先生到了后来，他的癌细胞是往上，对，往上面去扩散的，对，所以你那时候心情上的焦急，会不会让你就是很想要去寻找一个方式去帮忙，或是去寄托？因为我那时候我还是说，还是一般的那种就说民间那种宗教，一般的信仰，对，一般的信仰，因为从小时候嘛，哈，就是拜佛这样。那那时候我大伯他在澳洲，他就回来，他就跟我们讲说，我们要就说加入一个说民间的这种信仰这样子，他说叫我们开佛堂。开佛堂那功德无量，做功德哦，做功德，开佛堂功德无量，他一定可以救他。在人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你除了把他交给医生之外呢，你当然就寻求某一方面的那种力量来 support 我们。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连考虑都没考虑，跟我先生不考虑就好。那开佛堂能救他，当然就要开啊。对，我们就开第一个佛堂，开第一个佛堂，代替一个佛堂，就代表之后还开了其他的佛堂。然后后来又开第二个，因为我两个住家，我就在两个住家开了两个家庭佛堂。对，然后后来又觉得好像哎，怎么好像他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善。好啦，就这下就工厂的顶楼，全部整片工厂顶楼就开第三个佛堂，就是公共佛堂。而且你不只是开佛堂，其实是要钱的嘛，对不对？对，就不只是金钱上面而已，你自己也花了很多时间在那边。对对，我们就是要，对，要跟，因为我们是开佛堂的人，他说叫坛，就是说坛主就要负责嘛，要负责，所以我们就是除了早晚都要拜之外，还有一些说佛堂全部的装备，还有每天的那个费用啊，还有有什么。道清那些活动都是要坛主来负担，然后那个公共佛堂，就是我工厂的佛堂呢，我们就是我就顶楼说就是说变成一个大佛堂，然后三楼就是给道清主这样，他们一次来就十几个人，哇，说到二十个人、十几个人这样子。那就你那时候状态，因为你们事业还是很忙嘛，对，然后你还要照顾先生，对，然后还有这么多人住在家里，对，住在家里，心情上会受到一些影响啊。因为我那时候呢，说真的就是说我这样做。能够救我先生都无所谓啊，都无所谓。所以重点是，如果可以救他好的话，哎，就是说做了他会好啊，这样都没关系，多累都没关系。可问题是做了很多吗？做了很多，但先生的病况对，就是说一天一天的这样子不好这样。当时会觉得有些埋怨，甚至有想要离开的想法吗？就觉得。拜的就觉得拜得很没有信心，而且拜的也觉得一直有一个问题在心里头，说我这样拜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是就很空虚，觉得拜的觉得没有什么踏实感，没有什么踏实感。但是因为就是已经佛堂设的就是要拜。不拜不行，不拜不行，有发一些事，那也有一点害怕，会害怕说，哎，我这样子的话，万一我不要的话，是不是会怎么样？就是一种恐惧的心态，对。这恐惧还包含，其实你一直非常担心先生的病情嘛，对。可是先生又一直觉得自己不会有事，对，他就自己觉得不会有事。那你自己心里头那时候的感受呢？
我那时候都是会做最坏的打算，我都是会觉得说，任何一个时间他都会走。我那时候就是有这种心态，所以那时候就有跟他讲说，就是那些银行方面的事情，或者我们公司的运作，就资金的往来那一些，因为他都没有用我的名字，是啊，就是说我们银行的往来，我就是负责设计，然后接单，然后出货接单就这样子，然后整个那个说资金的营运方面，还有我们资金的来源，我都没有去参与，对，我想说他也认为说。他不会怎么样，那我也不想去太过分去跟他push他说你要把我的名字加进去或怎么样，不过后来先生状况是越来越差了，越来越差，嘿，就是大量出血，那进出医院是一个礼拜大概两趟三趟，就进去又出来，进去又出来这样子。不过先生到了。生命走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慢慢开始，大家都觉得说状况真的很不好了嘛，心里都开始有一些准备了。对对。可即使如此，到了先生离开的时候，对你来说还是蛮遗憾的，因为那个 moment 其实你是不在他身边的。对，就是说他从昏迷到他走才四天。四天。在这之前，他都跟正常人一样，就是他生病了，但是还。跟我们讲话什么都像正常人一样，正常去上班，对，正常去上班，就说跟日常的生活一样。然后那天晚上，他突然间他就昏倒，是昏倒，他就躺在地上。那我就赶快送医院，因为那天晚上就觉得情况不对。然后医生跟我讲说，可能要准备一些衣服了，因为他可能度不过今天晚上。是，对，那我就回去，在晚上八点我就回家去帮他整理衣服。结果我在。差不多3-4点的时候，4点多的时候，在医院打电话来说不行了，已经没有脉搏了。我就赶快开车拉着小儿子，拉着他的衣服，提着他的衣服，拉着小孩子就赶快到医院。我到的时候是6点，他是离开是5点55分。那老大那时候也还在。那老大那时候刚好他是期末考，然后我们都一直都有在联络，他一直问说爸爸情况怎么样，我说爸爸情况不好了，是。然后他说他要不要回来，是。我就说不用。我说你把它考完，说把就说考完试再回来。结果我就问医生说撑不撑得到4天，就说因为我孩子他那时候病了第3天第4天，他情况就不好了。是，那我就问医生说2天可以吗？因为孩子考完试就可以，对，马上就赶回来这样。那医生说他没有把握，所以他还是等不到。就对你来说是一个蛮大的遗憾，在那个时候。对，就是觉得蛮遗憾的。其实儿子们在旁边，后来老大也回来，他们都看在眼里，他们其实也表达了对妈妈的这种难过、忧伤的一些体贴嘛。对，办完丧事，我大儿子就跟我讲说：“妈咪，那我回来好不好？我会来帮你。”因为他那时候是大一，刚考上大一。那我那时候我是觉得说，就是说爸爸应该不希望你这个样子，而且妈咪还是可以 support 你的，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生意妈咪可以做，没有关系。所以我还是坚持让他再回去英国。因为他才刚上大学，他才刚大一而已，才刚大一，才大一。那时候弟弟多大？13岁吧，13岁，对。那小儿子非常贴心，我那时候也就是跟小儿子讲说啊，你去跟哥哥在英国啊。那小儿子他就一直很坚持，因为他其实以前他也就曾经爸爸还在的时候，他也说啊，我以后我就跟哥哥到英国去。我说对对对，你就要跟哥哥在那边，哥哥可以照顾你。对，就当爸爸走了以后呢，他就一直很坚强的跟我讲说，我就是不喜欢去国外，我就是要在泰国。我就是要在这边念大学，我不要去国外。那我也心里那时候想说，那可能是真的，他不喜欢去国外，就小儿子他就是，那就后来就说，他就自己去参加那个什么那个国家代表队。因为我那时候也很忙，对，我真的很忙，然后我就也没有去注意到他在做些什么事，就到他要代表国家，他已经被筛选好了，变成国家代表队。他才跟我讲说：“妈咪，我到新加坡去。”我说：“你去干什么？”我要去比赛。他说：“我说比赛什么？”他说：“我是奥林匹克代表队。”我说：“哎，你是跳高还是赛跑啊？”我说：“你是跳高还是赛跑？”不是，妈咪，不是那个，是那个就是物理的，有物理有数学。我说：“哦，我都没有听过这个，对我根本就不晓得。”我说：“哦，你要去参加？”他说：“对啊。”结果他那一次就拿到银牌，后来就第二次就到我们台湾，
2003年在台湾比赛，他拿到世界金牌。哇！后来他就申请到，就是有那个 MIT 啊，美国 MIT 的那奖学金。他就跟我讲说：“妈咪，我要到美国去了。”我说：“你不是说你要陪妈咪吗？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去吗？”然后他就说：“他不希望我还要供哥哥念书，还要再供他一个人，妈咪会很辛苦。”所以他是贴心，他贴心，所以他就说他拿到奖学金，他才要到国外去念书。苏恩姐，你刚才有提到，其实你先生即使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哦，事业的经营都一切如常，他也一直都觉得说自己不会有事，所以原来你还很希望说他能够跟你做一些交代或一些安排，但也没有嘛，都没有。所以他这么离开之后，这么庞大的事业要经营，对你来说压力会不会很大？我那时候我还没有说会那么担心，我想我可以做，心里头的依靠少了倒是真的，对，只觉得说往后我就是要自己一个人，要靠自己，对，那也真的是要面对很多的问题。那不过当初你们开了好几个佛堂嘛，就是为了要做功德啊，希望先生的病情能够反转，对，没有错，能够好起来。 对，但显然结果不如所愿啊。对，所以在先生离开之后，你们还继续支持这些佛堂的运作？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有，对，那我也觉得说反正就是在那边，我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不要或怎么样。是，有一天就说那就他们来跟我讲说，跟我讲说啊，其实呢，我们呐、啊，我们济公老师啊，都有去帮他谈判了，但是因为他的罪孽啊太深了啦，救不了他。我当下的心啊，就是觉得说，就一阵很反感。我就问说，我说你听到了吗？我说济公老师去谈判，你听到了吗？你看到了吗？然后我说好，那既然他那么好的人，他居然是一个罪孽很深的人，好，那罪孽很深的话，他把命还了，他用他的最宝贵的命还了，那一切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是，对不对？因为他还了他的命了，所以以命还了，应该就可以结束了。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渐渐的，我就开始就慢慢就跟他们就保持距离。又是好消息，又是顾重量最贵重的这场啊，那一定是股票啦、基金啦，还是做生意啊？就好了，就看看了，就选这个看看。就看着说，哎，他不是讲财经方面的，他是讲有一位主。我就整个就看完，我的心就震撼了。我当下我就想，有这么一位主。我当下我就信了，我就信有这么一位主。你是否愿意跟随耶稣一生不改变？苏珍姐妹，你既然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我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在泰国海边接受洗礼，许淑香开始有了新生命，常跟着教会姐妹一起读经，彼此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现在的生活是她不曾想象过的。回想起当初迟迟无法走出先生过世的打击，甚至出现轻生的念头，却在一次奇妙的经历下接触了福音，填补她常年心灵上的空虚，找到生命中爱的源头。因为她是女强人嘛，所以她不喜欢跟别人说对不起。天底下哪有我的错？再怎么样我也知道我的错的时候，也是别人的错。然后她觉得说，所以大家都会，我记得还有一次分享说，每一个人都会，他们的员工都会轮流说啊，你去啦。啊，你去跟他讲啦，你去跟他讲啦。然后他，因为大家都怕跟他讲话，那是他自己跟我们分享。他说，可是他后来因着主，他开始愿意道歉。我觉得这是很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他有时候我在他眉宇之间，我看出他的迷惘、恐慌，但是他从来不会跟我讲。但是我在他神情，那有时候跟他讲话，他会好几秒钟好像没有听到你在说什么，或是说他的神情让你看起来就是蛮忧虑的。但是呢，自从信了教之后，我在他脸上发现，哇，他真的是充满了怎么讲？应该说宁静吧，还有就是说放心，
这样，然后很多事的话他好像不再担忧，这个脸就完全跟他以前完全就不一样。在先生过世之后呢，许淑香等于一肩要扛起包含家里头的照顾，还有包含整个事业上的经营，对他来说也是非常的辛苦，这生命要如何找到出口呢？其实苏珊姐哦，原来先生其实在你的事业上也帮了很多忙，没那他离开之后等于全部要自己来嘛，对，这个过程对一个女生来说是辛苦的，是辛苦的，对，因为珠宝的技术工人几乎都是男的，师傅，对，师傅那边都差不多80%、90%都是男的，对，然后他在他们的，这是我自己在想了，说在他们的想法里面，以前是我先生在，那我先生都到工厂，然后就是会跟他们开会或怎么样，就是我先在当我的那个 support 嘛，对不对？当你的靠山。哎，对，那现在我自己一个人，所以我就潜意识里面我就觉得说，我就觉得有点怕说，你们会欺负我，因为第一我语言。我泰文不是说讲得很流利，第二呢我是外来的人，我是外地人，我就想，然后你又是女生，又是女生，对，所以我就开始就必须让自己说我一定要很强，很强势的人，我就像慈禧太后一样说，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决定你们都不能改，一定要听，所以我明明知道说这样做下去会有问题，但我还是做了。在那个员工面前，我就把自己建立着说，我是个很能干的，我什么都不怕的，你们可以靠着我，你们不用害怕，就是把自己建立的好像铜墙铁壁一样。但其实心里头是心里很害怕，很空虚。这样状况有没有想过要回台湾呢？因为其实娘家都还在台湾啦。对，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家人都有跟我讲说叫我回台湾啊，叫我回台湾。但是我那时候想，我那时候已经在泰国已经住了超十多年，快二十年了，我想我回台湾，我要重新开始，而且我要当弟弟养吗？我要让哥哥养吗？都不对啊，因为我可以在那边，我可以在那边做，所以我想说这一条路并不是我应该走的路，所以还是硬着头皮，还是硬着头皮在那边跟就对了。对，但这么跟，你刚才讲心里头其实也害怕，也很空虚，很空虚。这个部分有没有去想一个方法把它补填起来呢？有。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就后来我就可以说就是离开那个传统信仰，朋友啊，有说哎，到那个禅寺来打打禅呐，对，那我说好啊，反正也没有，自己也觉得好吧，那去就去啊，那也是跟着朋友这样子去，那这样去了之后，后来又是一个什么样因缘机会，你去接触到了福音呢？就因为其实我那一段时间呢，我真的可以说，可能就是我自己后来我大儿子跟我分析，我那时候已经是有轻微的忧郁症，晚上都起来3趟、4趟、5趟这样，每个小时都会起来，很害怕，就觉得说，因为一个大的房子我一个人住，对，就觉得说旁边有什么这样子，就会经常起来，然后会有时候都会自言自语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一次我开车到那个百货公司，我要到 supermarket 去买东西，那因为我们要去停车，那泰国的百货公司它那个停车场都很多层，那我就这样开到上面啊，然后我买完东西我要开下来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念头，因为它是这样转弯的，我就想说如果我方向盘我不转弯，我就直接这样过去，那是一切都好了，一切都可以结束了。但是我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想到不行，我还有两个孩子，是他们没有爸爸，不能没有妈妈。是，就是我当时我自己真的就是整个人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就每天上班好，下班就在家里，客厅每个角落都坐一坐这样子，然后礼拜天都不想去哪里。都喜欢关在家里，也不跟朋友互动，对，所以其实身边是有人来给你传福音的，在那段时间。对，我其实我小弟跟我弟媳妇呢，他曾经跟我传过福音，他们是住在台湾，他们住在台湾。那我回来，我记得我小弟给我第一本圣经是我小弟给我的。那我那时候我对基督教我完全都没有任何的概念，
完全想说不可能，所以他就给我一本扶摇节，你看看。是，结果我就故意把那本扶，我要回泰国的时候，我故意把它丢在我大哥家，因为我住我大哥家，我就把它放，我故意哦，故意把它忘记。所以虽然当时你是故意要把圣经留着不要带身边，但是福音的种子其实是已经，我就已经看到我弟弟就是很大的改变。是是是，所以在刚才你讲到说你甚至出现一些忧郁症的状况，那个境况最差的时候。你接触到福音那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因为我家的电视呢，就是我就有设定在我们台湾的几个台，歌唱比赛，还有一些乡土剧。可那一天我就坐在我床前的那个，就像这椅子这样子，我就坐下来。那天我心情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不好，我就顺手就把那个 mouse 就拿来，那滑鼠就拿来，我就按下去。其实我这人家按了十多年了，我先生不在十多年，我每天这样按下去就是。名士就是乡土剧哦，按下去就是已经讲，我就按下去就，结果那天很奇怪，按下去出来是好消息，我想这什么？而且旁边有一个很多 list 嘛，我就这样，我就看了一眼，我就看到那个顾仲亮最贵重的资产是那一个 title， 我就说哎，又是好消息，又是顾仲亮最贵重的资产啊，那一定是股票啦、基金啦，还是做生意啊，就好了，就看看了，就选这个看看，就看着说哎，他不是讲财经方面的，他是讲有一位主，我就整个就看完我的心就震撼了，我当下我就想有这么一位主。我当下我就信了，我就信有这么一位主，就好。我那天晚上就大概看了30位见证，那从此以后，我晚上赶快就吃完晚饭，就赶快到我房间，我每天都看，就不看乡土剧，不看了，不看了，我完全不看了，我完全就是看我们那好那真情部落格，我就一直挑，几乎每一个我都听，那我就想说。我信有这么一位主，可是在泰国我怎么去找一个教会，很不容易，不容易，因为都是我看的是英文的泰文的嘛，是就没有讲，就不晓得中文的哪里有啊，是，那我那天晚上我就祷告，其实我还不会祷告，我就是我就好，我就跟上帝讲啊，我就祷告，我说上帝啊，你既然我信你，我信了你的存在，但是我想更认识你，是，那我怎么办呢？我都找不到教会啊，是，我不晓得能够中文的教会在哪里，就在那一刻，就那一分钟，就我电话的我座椅旁边的电话响了，就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很好的朋友，我们平常是晚上不通电话的，因为大家都很忙了。他就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看电视啊。那我当下就问他说：“哎，我说佩玲，你知不知道我们这边有没有中文的讲中文的那教会？”他说：“你干嘛？”说：“我要去教会。”他说：“有啊，报名做保险的那一位啊，他好像跟我讲说，他礼拜天都要去做主日，他应该知道那个教会。”好，我帮你介绍，我帮你先联络。现在教会离我家很远，非常的远，他就跟我讲一个地址。那我的礼拜天，我说好，那我礼拜天我就过来这样子。你开车开了多久？对，我大概一个小时吧。哇，哎，那第一次进教会就主日崇拜就有圣，就唱圣歌嘛，唱圣歌。那我记得我这一生，我现在基督徒，我第一首听到的圣歌就是求主充满我，就当那首歌大家我们弟兄姐妹唱起来的时候呢，我整个人就崩溃了，我是整个这个说主日崇拜我都是一直掉眼泪，一直流泪，就是觉得说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个歌榜这样抱着我，这样好像我得到安慰了，我得到温暖，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而且真的全身是很温暖的，然后心里头的辛苦有人懂，对，他懂，他看的，他知道我心里我有多苦，他懂，这样子就好像就是说就找到一个人可以抱着他这样子，不过苏燕姐你有讲到说原来家里跟工厂都有佛堂，那你没有办法完全离开的原因也包含因为有发过誓，对，后来进了教会之后这个原来发誓的这种捆绑或心里头的担心还存在吗？那时候开始呢，我每个礼拜只要我在泰国我没有出国，我一定都到教会，是那我经过这样主日崇拜，然后我的牧者的带领啊，就他的经常的教导，还有他的带领。其实我那时候，
我已经把那个什么那一些我发的那一些什么，我其实也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就没放在心上，也没有说那么的害怕，因为我知道我信靠的主比他还要大。后来也透过我牧者在我家里出了主偶像这件事情，我就更踏实，我觉得一切都过去了，对，就那一切都过去了。所以你也经历过为了希望先生身体好起来去做了很多所谓的功德嘛，对，也经历了后来先生离开，心头很空虚，朋友找你去打禅，对，那到后来进了教会之后，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呢？就那两个宗教啊，对我来讲，我就是好像就是拜，可是没有那种归属感，好像就是那不是我可以依靠的地方，总是很空虚不踏实，对。然后到我到教会去，我每次的那个主日崇拜，我就觉得说主就在那里，主就在那里，那我所讲的，我所祷告的，我所祈求的，主他都听到，他都有听到，而且都应允我很多次很多次，都是一桩一桩的奇迹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对你来说，你自己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转变？你的改变是什么？比较懂得去体谅我的员工，我不会那么的凶恶。哦，对，你说你原来像慈禧太后了，那他们要进来跟我讲话都不敢，是不敢进我办公室，是啊，都会说推一个我比较不会骂他的进来跟我报告一些事情，这样，因为一报告我就火大了，我就会骂人。那后来我进入那个，就是说到教会去哦，我就会开始会跟他们聊聊天啊，会关心他们啊，然后就比较有笑容啊，而且比较会听他们的建议，就是我就知道，要谦卑，不是我什么对。其实员工他那一些师傅是比我厉害的，他们有他们的专业，所以我会开始就放下身段去听他们讲话，而且我会跟他们互动，有一些互动，就他们看到说，老板不一样，然后我会有时候我会借个什么机会，我会说啊，我礼拜天我到教会了，我什么，我就让他知道说我现在是到教会，所以我现在的改变就是因为我到教会，所以我有这种改变。所以孩子也有发现你的不同，孩子也觉得说妈妈变得比以前快乐，而且比较可以理喻，这以前比较不可理喻，对，不可理喻，就妈妈就他们就觉得说妈妈怎么不要跟妈妈讲，妈妈这样子决定，但是我现在会说这样好吗？你们认为呢？会这样子有种改变，所以他们也觉得说，妈咪，我觉得你现在很快乐。他们也很 support 我说啊，去教会这样。所以你自己在心情上就越来越多都交托给神了吗？对，没有错。所以您自己生命历程有没有特别想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做最后分享的？我信了主，我得到福音，我得到恩典，我就从一个很苦读、很沮丧、很惶恐的人，变成我现在很踏实、很快乐，而且都是很阳光、很正面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这种转变，我认为是因为我从主这边得到的，所以我是觉得，只要我们愿意，主就是我们的保护神，那个平安就会进来。对，平安就会进到我们身边。对，苏恩姐特别从泰国来到台湾，来到真情部落格跟大家来分享她的生命见证。你看她一直想要找一个依靠，原来呢嫁到了泰国就紧紧的依靠她的丈夫，也非常的幸福。可是丈夫离开之后呢，没办法，她把自己武装起来，把自己撑起来，她只能够靠她自己。靠她自己的过程非常的辛苦，心里头也很空虚，最后终于找到了永远的依靠，就是依靠神。依靠神之后，整个人也都清醒起来了。非常棒的分享，谢谢你。谢谢。在今天我们听见 Susan 生命的故事，这一个珠宝商，他的生命经历了很多痛苦，但也经历了上帝的安慰。年轻的时候嫁到泰国，在那里开始她生命当中美好的经历。就在她的先生检查出癌症的时候，苏珊的生命非常的焦虑，她为了要帮助先生，帮助自己的家庭事业，于是她开始加入了宗教，为了就是要让先生快快的得医治。对于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当我们最亲爱的家人遇着重大疾病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难免会寻找最有效帮助的方法，我们可能从西医、中医，甚至到宗教的世界，我们努力的寻找，我们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祈求医生、祈求神明能够快快的医治我所爱的人，然后我们因为害怕死亡，我们寻找所有让自己活着的资源。这样的朋友，如果我们只是因为害怕死亡而寻求宗教，终其一生，宗教就不能使我们得着真正的生命。而耶稣告诉我们，他是复活，他是生命。约翰福音说，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之所以不害怕死亡，我们之所以活着，不是为了恐惧死亡，我们拥抱上帝不是因为我们恐惧死亡，而是因为我知道死亡在耶稣基督里头没有权势，死亡不是使我们能够害怕的驱动力。基督徒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因为我害怕死所以我紧紧地抱着上帝，而是因为当我认识了这一位上帝，我开始明白我为什么活着。如果你所爱的家人正面对癌症或许多身体的限制，我们为他祷告，不只是把焦点放在他赶快得医治、赶快得医治，而是我们如何与他一同每一天谈心，一同面对爱我们的上帝。我们花时间珍惜彼此谈话活着的时刻，而不是花时间逃避恐惧死亡。真正的生命不是因为恐惧死亡而累积出它的高度，真正的生命是当我们面对上帝，我们得着活下去的力量和智慧。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知道我们所爱的家人可能身体健康正遇着一些难处，求你让我的心不再活在许多的恐惧和害怕，我的心能够与我所爱的家人面对你，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头有盼望的谈论每一天的生活，面对死亡不再用恐惧，乃是在耶稣基督里你给我真实的盼望。愿主你的盼望充满我们众人的心，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亲爱的朋友，死亡在耶稣基督里没有权力，没有能力，在耶稣基督里头有的盼望将要使我们每一天过得有力量。愿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新生命住在我们的生命中。